高温，也提供了和发动，但是呢，温度日夜温差大，气象水平湾温度虽然没有所回升，但因为平量变多，和降雨水分对水线活动克服距离太大，感觉还是有些阴凉，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阴影要告诉大家了。所以说我下哎，又对了。不能以气象工厂留下来，一定要遵由阴凉难受，尤其是阿飞呀，阿飞抱气象们。要出游最好还是带把伞，要保险。明天天气怎么出卡？好，几度星？北部啊，台北市19到23度，有帆船过去了，东南风。东部呢，宜兰19到23度，花莲21到25度，台东呢22到26，海豚有没有？你看这边有蝴蝶，蝴蝶在下面有蝴蝶有没有？台东20到25度，嘉义、云林40%降雨，海鸥。什么海鸥？屏东吗？哦，金门，金门哪里？18到22度，马祖17到20度。未来天气呢？我来看到，在明天，在中部以北、东半部还是有些短暂的机会。有没有攻击？冬天来攻击？这不是攻击，这才没攻击。小到北部、东半部，天气方面呢，到明天开始有一定的回升。明天的降雨几率控制在明天会下降。下礼拜又冷，不是一样？这么春过来就是不一样。